屋顶破了大洞，梁柱被白蚁啃食的千疮百孔。雨拢一直流落，拢爱摇啦，来咧落雨就一直摇落去，蛇啦、鸟鼠啦，规个拢走落来。于是志工用人容接力方式拆下破旧的屋瓦。案主伊啊，真烦恼，讲因家那个牛啊，去予蚂蚁侵蚀，啊，搁迄个咧老虎，伊啊，逐工都足烦恼，所以咱就家提出讲修缮这个工作。八年前，慈济人曾经帮这个家修缮房间、厨房和卫浴设备，如今再度不请自来。看着志工里里外外来回奔忙，屋主刘阿嬷也来帮忙。看着房屋里里外外焕然一新，屋主刘阿嬷雀跃不已。哎，厝电柜拢砍好，足好势，啊，搁壁去壁拢有擦，啊，再搁电擦着，擦到足功夫的，安尼用好哦，有够感恩的，有够欢喜的。满身尘埃的志工，喜极而泣的阿嬷，彼此的缘分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都不会改变。大爱新闻，曾善美志工吴杰莹、蔡宜达，云林报道。